是什么样的力量让这群人离乡背井，在台湾真心奉献，种下善念的种子？是什么样的信念让这群人漂洋过海，在台湾挥洒青春，彰显天主的慈爱？他们从海的那一端来到台湾，将天主交付的使命转化成改变的力量，为台湾开启了一扇名叫希望的窗。因为他们的到来，让台湾不寂寞。这是一段以爱为名的旅程，也是一个名为奉献的故事。现在就让我们跟随这些人的脚步，前往台湾各个角落，感受这些人是如何坚持对天主的信仰，用微笑温暖美丽的胡尔梅沙。小木，你们现在要去哪里？我们要去看小朋友，这个互助国小的小朋友，我们这边是认养他们。没关系，一个人去提出。我今天要跟你们吃饭哦，而且我要的大嘴。今天来了好多客人，你们最认识的人是谁呀？谢谢小朋友，大大大大大，谢谢谢谢谢谢。有一些小朋友根本不知道爸爸妈妈长得怎么样，有的是爸爸妈妈在外地工作，有的是单亲妈妈隔代教养，各种各样。问题是他们在那里，认养他有一个好处，会去认识这个小孩子的家人，这些家人会变成是朋友，大家努力让小孩子去完成他的梦想。学多久？一年吧。一年就这么好啊？之前有看过阿伯学，特别有兴趣，就是把一整条之前很有成就感啊。好玩吗？感觉自己很厉害。等一下。他们所做的一切可以帮忙推广，不是说坐在等待别人来帮他们，他们也在想办法怎么帮自己。部落里面的这些小朋友，因为你的关系，他去发现说还有很多人爱他，他便有自信。我认为说我还在呼吸的时候啊，能够再多做一些小小事情帮助小朋友，是我最期待的。只要天主赐给我健康，我能够做的我就把它做好。对，就在这边。对，我就给他们下个礼拜的那个弥撒，这个是下个礼拜的弥撒经文，然后我们就给他们下面有一个祈祷，所以我们就用这个祈祷，或是我们念福音，假如比较多的时间。在台湾他们是外邦人，我是家里的人，因为他们不会中文啊，也没有亲戚，也没有朋友啊，那就教会是他们的家，所以也是很感恩能够给他们这个家。看到了那些几乎都结婚了，都有小孩，我就会知道，哎，你的小孩叫什么名字？好，我们给他祈祷，你先生叫什么名字？这个是很不应该的，不应该妈妈在这边，小孩在菲律宾，我们都知道的，现在都是这样子，所以他们可以讲一下他们家里的事，他们小孩子，他们先生的事，给我看看照片啊，然后是说，哎，好像给他们这个机会。你先听听听。Thank you for this beautiful
我去比利时去看看家里的人啊、哦、什么的，好好跟他们。但是我没有在工作，所以很快无聊啊。对，这里有我的家，有我的工作。一回来，他说：“生父，我们都在等你啊。”回家是看一看，但是这里是定我的家，所以很高兴回家，但是更高兴回台湾。他原本就是比较没有精神，对很多事情没有兴趣，接触到打击乐之后呢，他们就是非常的喜欢。其实对他们来讲是非常困难的，可是他们就是愿意学习。裴修女常常会来关心我们的团员，然后给他们鼓励加油打气。然后我们要去表演，当时没有表演的服装，他们为我们制作一个表演的服装。这些很有兴趣，小朋友要表演啊，要做什么的，我就给他们做服装。其实在我们家小时候是有一个古时代的，我妈妈常常用，我就跟她一起跟她学的嘛，做得越久也做得越好，也就是说一回生二回熟，就这样的。在台湾的服务这么多年，在这里服务的也是我的荣幸。我觉得没有那个退休的细胞，我乐意服务一直到天主安排的那一天，叫我回我就可以了。我在那边有种水果，有种有稻米。哦，真的。刚刚要去整理了。哦，好。是到了，是不是？哎，我们的地方到了。哎，这边都是修士种的。我跟那个屋主啊一起种。像领土居住住的啊、哦，左边呢、啊，我是种这个小楠呐、啊，跟乌心池，啊，右边呢、啊，我种的是好看的樱桃树，啊，各式各样的了。这边呢、啊、就是果园嘛，啊，有各式各样的果实啊，朋友来也可以欣赏。我。造林呢、啊，希望有一个比较混合的林态，觉得这样子将来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林态。的话在这边回想跟他们在一起的时间呢、啊、都想起很多很多以前的事情啊，那也怀念他们这些人呢、啊、这些老会师了，死了以后啊这个尸体啊还有一点用途啊，可以让科学研究这样子还有用，捐出来最后那个骨灰也是把爷爷拿到这边来埋起来。那时候我们兄弟会圣哲路兄弟会也来台湾，然后我们觉得教书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机会，就是认识年轻人啊，然后让他们认识天主的一个很好的机会。
他非常的有耐心。他上课的时候，就是为了不要让我们太无聊，他会带动气氛，理性兼感性的男人。跟我们就像朋友一样，就很亲切，然后我们就有很多互动，然后在课堂上唱歌什么的，就跟大家都是玩在一起那种感觉，很可爱。我们的团体是这个入山林神父开始的，然后我们用他的教育方法，神父教那些年轻人唱一些歌，杀动物奉献给神的一个。无论我们讨论什么，我们知道我们要从自己的经验开始，在这个渴望当中找到一个答案。比如说我们讲爱，你有没有爱过某一个人的经验呢？或者有没有被爱的经验？然后从这些经验，我们大家分享，然后学习一些东西。啦啦啦，有呀有，自己小火刷，自己小火刷，好啦，我来找你，你来找我，我教你多。一群朋友带着你，我们一起做了某一件事情，然后这又是这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，其实我觉得真的没有那么容易啦，要持续参加真的需要这群朋友一起才有办法做到这样子。从关爱他人的出发点，对，去看这个问题，就不只是让我们自己成长，也给他人一个非常美妙的鼓励。跟年轻人在一起的时候，一方面更认识自己，然后透过他们也认识耶稣。这些学生们因为来参加我们的团体，然后改变他们的改变，也改变我们。大姐们，你们现在是要去哪里？我们要陪神父去探访安养院，探访教友，就生病的教友。开车载神父去。哎，对，我们平常都载神父去。上次来他就已经被传染了，还一直拖行李。是不是啊？所以今天就来上身体一下，来为着祈祷，按正确教育嘛来。为了你祈祷，谢谢你姐。希望和你平安，平安，和你健康啊，健康。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拜访教友呢，神父身体不是很舒服，他从来没有讲一句 no。在我的印象中，神父他从来没有拒绝任何一位教友病人。看到神父这样一跛一跛的走来，教友们很感动，说：“哎呦，神父年纪那么大了，走路又不方便，神父竟然还来看我们。”神父就很自然地说：“看到你们个个都好，他也很开心。”那当然，教友们都很感动啊。很高兴的，能那么久来这里服务啊，60年啊，有很多朋友啊在这里啊，很多很有感情的人在这里，可是有一天我们都要走，对不对？感谢的感觉就是能在这里认识那么多的人，也为他们跟他们在一起，为他们服务，我觉得也是很好的事情。对，在台湾，我感觉信仰是信仰，文化是文化，我感觉这个是不对。孔神父已经开始用罗马拼音让他们有文字可以留下在他们的文化，然后我说：“哎，这个要一定要给他出版起来，如果文字不留下，
什么都没有了，这些老一辈走了，就是文化也走了。我发现原住民每一个家都有一个瓮，他们说因为我们的来源就是这个瓮，后来我们用四方放单的瓮，这个教堂是圣若瑟堂，所以我们用头目的头饰表达这个圣若瑟我们的珠宝。我们这个教堂的祭台很特别的，配合我们原住民的习俗，他们的巫婆他们的巫师站在中间，神父面向的地方就是这边。这个图腾是我们台湾族的生活哲学。我跟他们说一定要这个文化在信仰里面，让信仰也祝福文化，就是彼此有这个两个这个互相。当时就是真的是重度及重度，只能是给他们会知道，虽然是不太会表达，可是会笑，会脸部的这个表情都可以告诉你喜不喜欢，爱不爱，或者是怎么样，他不舒服还是怎么样，都会我们都看到了。所以今天特别回来帮忙，是不是？那时候是刚好节庆的时候，我们自己想要吃的泡菜我们就自己制作嘛，然后就送给恩人的时候，他们的反应很好，然后就说很好吃啊，要不然就我们能够做的就是这个，做起来就做一个义卖经费怎么样啊，那我们就开始。他们其实从开始的排罐子，然后放盖子之后锁紧，这边我们是属于贴标签的动作，然后有一位帮忙录冷藏库这样子。其实他们也很喜欢自己可以做一些事情，他们自己也很有成就感这样子。有一个很严重很严重的小朋友，真的是严重到一般的老师没办法，他们不敢收，那我们就自己照顾。有一次小朋友就回家的时间到了，别人都已经回家了，他还没回家啊，等爸爸从门口就看到英子就开始笑了，笑容到那个满面就笑起来很漂亮，然后就爸爸有看到这个样子，就爸爸好感动。对，当时周围的人都会感到掉眼泪，就是这样子的。看到孩子的身上，我有的有什么就给的，可是他的回馈的更多。如果我们要把我们的教友找回来，我们开始跟他们一样的为他们祈祷，然后我们就是开始拜访他们。感谢感谢，老妈妈来了。你好你好，昨天很好，感谢感谢，谢谢谢谢。昨天你去，你去参加真的很不简单，不简单，还好，对对对，还好回来，谢谢。每一个星期一次或是两次去拜访他们，他们就是信仰有，但是缺少一起来彼此的认识，彼此的合作，彼此的关心跟关怀。那我就是鼓励他们说，现在是新来的，我是人生地不熟，需要多认识你们，所以请你们来。
我就是融入台湾的社会，台湾的很多的家庭。那我现在是主神神父为服务这些家庭，我的家人，我跟我的新的家人在一起是一个爱的奉献。我来，你们给我教导我语言，教导我很多的新的风俗习惯，让我跟你们成立一个很好的关系。那我觉得我愿意继续奉献我自己服侍你们。耶稣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经验，我们觉得耶稣从头到尾可以说，当然他不愿意悔改，第二方面觉得耶稣做的不行，他觉得牺牲自己可能可以感动人，可能可以叫人悔改，他说这个是最后走这一条路。尤其是最重要的本来就是从那个会族，原来是被中国，因为就那么多的人口啊都不认识耶稣基督，所以他觉得这个是第一个目标。可是后来我们就是全世界去，看哪个地方需要的时候我们就去，一直到现在就是这样子的。我们希望这个我们的医院也是这样子，这样子在这个大的台北地区也就是这样的一个方桌可以救人的，希望。所以我们才有一个很大的十字架，晚上很远的地方可以看了，也就是说是一个记号，一个标志标杆了，以基督博爱的精神带所有的人，我们不分那个有钱的人穷人，我们要这样的帮助穷人，我们要这样的想办法帮助他们。我就爱人或是说我关心人，无论是台湾人是谁，是我们的目标那个天主的国，那些这个是一个没有国籍的，没有一个分国家的人。其实在他的身上我就是看到一个人为什么可以远渡重洋，而且不是他的生活环境里面，但他还可以这样的爱我们，我觉得一定有什么东西是远超过人跟人之间的那种爱情吸引的他，所以他也是我一个信仰开始的起源。让你长得很健康的样子，谢谢。太棒了，谢谢。很容易了解人的困难在哪里，人的心灵上的困扰在什么地方。但是他每一次都会跟我讲说，你知道吗？你现在在背十字架，可是你要记得哦，你背的都是1%，那99%是耶稣在帮你背。那一句话就让你会很有信心，说哦，我还有更好的依靠，而且这一些仰赖就让我能够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，我就凭着天主赐给我的智慧呢，去做。真的，我们有满满的祝福。非常欢迎今天大家来参加赖神父100岁的庆生会。阿肋克林，阿肋克林，多拉多跟那些诺坎波神的姐妹阿罗。也今天，我感谢天主给我这个恩典。你们不能怀疑，我很爱你们。
比我高一辈的那个很多医师啦，或者是护理人员，他们的在台大读过医学院的伦理是他教的话，他是虽然是年轻的时候是教伦理，可是他是活把那个伦理是活出来的。他很坚持一些原则，就是医学伦理的原则。有很多次我们在医师协会讨论到一些医学伦理的事情，他就会坚持最重要是一个尊重生命。他比手画脚的是要告诉大家什么叫做医学伦理。他很善良，很努力，要希望这些医生将来是个好医生，所以我想对每个人多少都有影响。那对当然对我来讲是影响是比较大一点，因为我后来也是做医学教育，所以我们对医学伦理就非常重视，所以他给我想给我们这一代的医生应该是很大的一个影响。牺牲自己为病人好，为别人好，因为什么？为别人好，你们的态度，我的态度，任何人的态度，也是要是我爱你，我牺牲自己为你，我要你们也是一样，一辈子快乐，牺牲自己为别人是最好的方法为快乐，好不好？好，天主保佑。做传播工作啊，可以透过广播电视，可以把自己的想法、自己的价值观分享给很多人啊。刚开始做传播工作的时候，我真的不晓得怎么做，也不晓得怎么配合我愿意当神父的啊这种使命啊。我记得第一次有一点这种概念是，我到摄影棚，那我看到这个摄影机的那个镜头，我觉得那个镜头是像一个窗户。啊，能够从这个窗户能够到整个全台湾，为我最有意义的，而且最让我能够留在光启社啊，做大众传播工作，就是因为我觉得电视可以透过电视传出，或是大众传播媒体传出一个价值观，积极的健康的价值观，我觉得是很相当有效果。那个时候我开始觉得现在知道为什么天主派我到光启社，我觉得天主在我心也告诉我可能我的本堂啊，就是要透过这个摄影机的镜头啊，才能够找到。光芒，你还好吧？怎么淋那么湿啊？赶快擦一下。你看光芒，你的脸啊，真的。那么他好像经过一个很艰苦的天啊。I love him, here he goes, I follow. 我24岁来的。所以我常常说我在美国生产了啊，我在台湾加工，自然而然也吸收，就是台湾人的一些优点。我觉得我的心里已经变成台湾人。祝上帝啊，起来，很好啊，哎呀，对对对，谢谢的，谢谢的，还好，谢谢你。耶稣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经，他不愿意悔改。我喜欢的地方，看这些树。他是。这群来自海外的外籍传教士，彰起信仰的风帆，用坚定的信念搭建成船的骨架，以爱为燃料，深耕台湾。将善念的力量传递到台湾四方，因为他们的无私奉献，我们看见微笑的福尔摩沙。